他招手呢。我找你把裤子放在桌子上。这个是一只善于表演的犬。房子都起来了吗？叫了吗？这个到底是多不多？你看，叫的呢？我说把那个剑出来。每次把这个吃的就摆上台，对啊，上台补，是就要去吃嘛。一般就他这个方面，如果像你们来参观的。